Hello， 欢迎来到问吉他志，我是问。那今天要教你的呢是 Fast and Hazy 的《求救讯号》这首歌。那这首歌吉他非常好听哦，而且这首歌不用加 cable， 直接就可以开始弹的。那我就先示范一次前奏，先听一下。就是从前奏开始教的，那前奏很简单，就几个选。那第一个的话呢，是这个 C major 13 sus 2这样子。OK， 好。那第二个和弦的话是 B minor 11，就跟 B minor 7有点像。那在这里。那第三个和弦的话是 E minor 7， E minor 7大家应该都会按嘛，这样。然后再来一个的话，它是一个 G 昂升 F 这样，然后再回到 G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讲它的节奏，它的节奏是一个六八拍的节奏，是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它的 grouping 是这样。那所以在我们的指法上呢，大家先帮我按那个第一和弦 ，C major 13 sus 2这样。然后所以它的指法节奏是怎么弹的？它是 T T 一，然后二一 T。听一下，这样子 ，T T 一二一 T， 好，再来一次哦 ，T T 一二一 T， 好，那我加快一点听一下它的感觉 ，T T 一二一 T T T 一二一 T， 那我们换下一个和弦哦 ，B minor 11 ，T T 一二一。到 E minor 7 T T 一二一 T， 然后到这个昂升 F 跟 G 的时候就是这样 T T 一 T T 一，这个就是前奏的和弦。还是注意一下，它那个每和弦占的小节数量很不太一样。第一个 C major 13的话占了四个小节，那在 B minor 11是两个小节，然后 E minor 7是一个小节，然后最后这个 G 昂升 F 跟 G 是各半个小节。那看一下谱、哦，然后我就弹过去，你就跟着顺一下。好，我们开始哦。好，那这就是前奏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主歌了。那主歌的和弦跟它的弹法器跟前奏是类似的，那只不过我们在前面这个、啊、C major 13的时候的、這個，我们可以加一些变化，它本来是 T T 一二一 T，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这样子 T T 一三二一，就多了这个低弦的这个高音的部分。那我们试着变化看看哦 ，T T 一二一 T T T 一二一。三二一 T T 一二 T 一，可以这样变化，我们再进到下一个 B minor 11。好，那我们试着搭上就是旋律，听一下它的感觉哦。就是这个感觉。好，那主歌就是这个样子，其实它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节奏，然后配上唱歌。那当然唱歌你要稍微练一下，因为比较困难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到副歌啦。那副歌的它的和弦跟前奏也是类似的，不过稍微做一些跟动，然后加它的节奏变得更繁复一点。首先示范一次，你先听一听看。
那这就是副歌的部分，然后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讲解。那首先它第一和弦是跟我们那个前奏和弦一样，这个 C major 十三 sus two。好，那它的节奏变成怎么样呢？我先放慢的事情先听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它是这样子 ，T E T E， 然后它不是六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。那我们前面一二三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 ，T E T E， 也就是它第一下的时候是 T， 然后第二下的时候是 E T， 然后这样，啊哒哒哒哒，然后 T E T E， 然后哒哒哒哒，然后在后面的部分是。T 二一，然后再来之后 ，T 一 T 一 T 二一 T 一 T 一 T 二一，那弹快一点就会变这样。那我们再快一点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它下一个和弦的话是跑到这边，这个和弦。然后也是一样 ，T E T E T 二一 ，T E T E T 二一。那接下来是 B minor seven， 然后它的弹法也是一样 ，T E T E T 二一 ，T E T E T 二一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比较难的，它加了一些旋律的东西，然后。那这边有点复杂，不过就简单跟你讲几个重点，就是旋律一定要出来，这个，它这样哒哒哒，然后第一个和弦它是 E minor seven， 那 E minor seven 它也是弹满一个小节，可以哈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到下面的这个和弦的话是这样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它节拍是这样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，那就进到下一段。那下一段的和弦也是一样，然后这边的又变得不一样啊。第一个也是这样 ，E minor seven。然后再来的高音的话是这里，它的高音在这边，然后跟音往降，这个降往上变化，这样，然后这个就是副歌的部分。最难的话，我觉得是这个，就是 T E T E 这个东西要稍微练一下，而且要练得很快很稳，可能需要对节拍器才有办法练出来，所以这是要再加强的部分。好，这是前面副歌的部分，第一次的主歌跟副歌，那都是用指法去弹奏。那接下来进到第二次的主歌跟副歌，基本上它和弦是一样，那只是它的刷法比较不一样，要练一下。那它是这样刷，刷它是这样子，也是这样，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六八拍的东西啊，一二三四五六。那它这个刷法就是变成一二二三四五五六。那所以刚刚刷的节奏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在一的时候是下，然后二的时候是下上，三的时候是下，所以它是这样下下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下，其实它就一直这样子下下上下下下上下。然后要刷得快一点，就会像这样。我先慢慢刷，你先听一看。下下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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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刷快一点，下下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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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是他刷扣节奏的部分。
也是这样比较难，你可能接下来先慢慢的练，然后后面再刷快一点，那应该就可以练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首歌的教学啊，求救讯号。练完有没有觉得很想要跟人家求救？就是真的是有点难啊，不简单不简单，要稍微练一下。好，那也是一样，有如果把和弦谱放在影片下面的连结，那也可以点击去观看，然后帮助你的练习这样子。那这次的问题下次就到这边啦、啊，希望这部影片有帮你学习到这首歌。那学到的影片欢迎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那问题下次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